下好，你首先要吃几份？好，待会我们要挑战的是经典四肉串组合。来 ，OK， 你们想吃几份？四份，一个人四份。对，一个人四份。两个人八份，哎、欸，不要闹，你们两个吃饭，不要闹，那很多哎、欸，真的，那个是一份就四个人一吃的，他那个肉一串这么长、欸，那么粗哎、欸，这么粗哎、欸，你四份是16根、欸，还有饭哦、喔，还有饭哎、欸，对啊，还有薯球哎、欸，可以，挑战极限，对，可以，对，可以，要确定哦、喔，好 ，OK， 来，先让你们看一下，来喽，记得、喔，记得，好，预备，请蹲下。看不到的啦！啊啊啊啊！我不会问绿色在哪里。啊啊啊！好，速度有变快哦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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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起立，熟能生巧本人哎！哇！请问，啊，要吃樱桃般美食，眼力一定要好，不然找不到啊！红色在哪里？1、2、3。哎、欸，翻出红色，恭喜答错。红色在这边。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刚蹲下来看有用吗？因为你们蹲了一整天了。没有，我只是看到我做看到你。对吧？刚刚我那个，我刚刚那样乱鬼乱他们的气，让他们以为他们看到答案了，其实没有。其实我刚是故意让你们看的。对啊，不然说怎么会有悬念？塞好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店家剩几份，好不好？OK， 请上菜，经典吃肉串。哇哇哇！我觉得这一区真的非常酷哦。你看，它一层楼，第一层跟第二层都有卖不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样子的料理？墨西哥料理吗？葡萄牙。哦，算葡萄牙料理。是料理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现在这个量呢，就是刚刚我们有跟他们讨论过了，这是我们现场所有的量都在这个地方了。嗯，所有的量都在这个地方，可以帮我们介绍这四串肉是什么吗？从右边开始，这个是软丝，软丝，五味鸡软丝，然后再是牛肋条，牛肋条，哎，然后再是伊比利猪肉，伊比利猪肉，嗯，然后再就是鸡腿。哎，下面这个饭感觉也蛮不错的，香料饭吗？对，香料饭。哦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又有凤梨，还有洋葱。哦。除了这个三个套餐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围巾海盗锅，有鱼，还有虾子。扇贝啊。OK，哦、你要不要来预测一下？你预测几分钟之内可以完食？45。如果45分钟之内挑战完成的话，你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？对烧虾，好不好？火烧虾，火烧虾，要加码哦。45分钟之内完食的话，火烧虾。我跟你讲，老板，我刚刚已经把我的身家都赌完了。我刚刚预判错误，他们真的不是一般的人。我先跟你说 ，Ready Go Go， 谢谢老板。你可以先去准备火烧虾了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它的料很满诶，这个围巾饭。哇，你看那个围巾海盗锅。哇哇，整只的。很好吃诶。好吃吗？软丝超赞的，我觉得它的 sauce 很特别哦，就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种台式的 sauce， 它的 sauce 是，刚老板说是葡萄牙式的吗？好，有点甜甜的。你咬下去的时候，它很有嚼劲。对，然后吃起来有 QQ 的感觉，然后也有嫩嫩的感觉，重点是非常非常新鲜。它有碳香味。你吃下面的时候，它上面那个油脂会像慢慢滴下来，到最下面。哇。你看，哇，那滴汁要滴下来了，我去，嗯，它上面撒那个香料，哇，好满足，哦，回不去了，哦，它还有孜然的味道，对，它有点像蒙古烤肉，但又不是，还有孜然的香味，对，孜然香。好，爱家的围巾海盗锅完食，好吃，好吃，谢谢，赞，超赞。我觉得它的这个调味可以让它的海鲜。吃出它的鲜甜味，而且伊比利猪它的油脂比较多，然后外面烤的脆脆的，是咬下去就、哦、油香的，对，哇，哦，住在这附近真的很舒服，对啊，很方便。餐厅外面还有一个庭院，可以很放松喝咖啡，对啊。而且你看从巷弄走进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这边有一个，感觉像美食区域一样的感觉，还有异国感。好，现在我们的 Ivy 要拿出第一个套餐的，而且它外面还有半户外区，半户外区你在吃烧烤的时候，哇，吹着微风，哇，很舒服。嗯，哦，我们这边的肉已经吃完了，第一盘肉，哇哇，那个饭如何啊？爱家那个饭，你觉得？它是用长米，然后可以吃起来比较轻盈。它是藜麦吗？然后它里面有加藜麦。藜麦对。现在两个大胃王目前都还没有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
目前时间，老板14分14秒，老板，老板也在紧张。哦，第一份完食，好，还剩两份。艾嘉完食时间18分整，两边的速度完全都没有慢下来。对，非常快速的在进食，都没有慢下来，都是按照自己的配速在吃。哎、欸，其实我有时候半夜肚子饿啊，我会看大胃王吃东西，真的，我就可以满足我心里那个想法。你会觉得很疗愈？我觉得我吃饱了，对。你看他们就可以吃饱了，因为我们很饿，好看他们吃一次、吃一次，觉得我好像有点饱了，然后吃一次就觉得哇，我不行哎、欸，他们。你太疯狂了！你说看他们吃，你也饱了。我看他们会，我会觉得我饱到喉咙，我觉得我可以了。你90公斤瘦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中间你怎么减肥？就这样，真想吃。运动之外，就是看他们大胃王进食啊。所以你在看他们吞东西的时候，你有一起同时一起吞？对，还要吞口水，要喝白开水啊，或吃无调味海苔。哇！现在目前，艾嘉的战术是先把所有的蛋白质都先吃掉，没错，把肉都全部吃掉，而且还是手口并用哦。对，他现在已经吃了第二盘的最后一串肉了。对，老板眼睛睁大了。28分整，哇，我们现在来客饭哦，我们这边第二组的饭。17分钟，我们两位大胃王能不能够挑战成功45分钟完食呢？你们开店这段日子以来啊，有没有看过最多吃最多的人？一个人一份有可能吗？有吗？没有，还没有人吃完一份，没看过。嗯、哇，45分钟，要不要再来点商品时间？可以的，这样我也蛮。男生不要轻易轻视。不能的，50分啊！好，50分，好不好？50分钟，没问题。OK， 50分钟，多5分钟。老板，阿萨利啊，谢老板，这鱿鱼真的是，老板这完全没有偷工减料的，真的。OK， 能够吃到现在，我都觉得你们俩真的是神了，真的超厉害的。艾嘉的第二份最后一块，哇！哇！35分整，最后15分钟，蛋白质来了。你们近期有去挑战过这么多肉的挑战吗？没有，近期没有。你们有比赛吃一次然后睡着过吗？在中途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吃肉真的耗体力。为什么会吃到这个？饱困啊，吃肉会耗体力啊，然后淀粉会。对啊，淀粉会晕。因为吃甜点好像比较贵，吃甜点比较容易有感觉。好，艾嘉现在已经在吃第三盘的肉了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肉全部都在盘子里。是的。然后我们艾比现在呢，也是在吃第三盘的肉了。41分，还有9分钟。看来我们的大胃王今天挑战已经遇到了有一点点难度了。对，有点难度，因为时间还没有到，真的要搅蛮久。只要在5分钟之内把我们蛋白质给吃完，我相信这一盘4分钟就可以吃完，还有机会。对，没错。现在目前两个人的体力哦，哇，真是肉的哦，肉嚼了是不是？反正最后一口了，咬下去剩下饭而已。5分钟之内饭应该吃得完。好，换盘。哇，最后的主食。哇塞，45分整。45分钟，最后5分钟，45分钟的时候呢，现在目前的两位的肉全部吃完了，只剩下我们的饭，还有青菜，没错，应该很快。为了争取下一盘火烧虾，如果你们有挑战完成的话，我跟魏许帮你们剥火烧虾，对，是亲手剥，好不好？哦，加油！哇哇哇哇，加速加速啊，加速了，他加速了，肉全部吃完了，现在剩下花椰菜还有玉米笋。身为主持人，我在这边，就算你们没有挑战完成，我也是由衷的佩服两位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你们已经完成了没有人能够完成的境界了，真的不可能呢、欸，两个人完成6人份，最后1分钟啊，能不能够挑战完成？极限，哇！好感人哦！天哪，跟登上月球一样。我想，对啊，很壮观呢。刚在吃蛋白质的时候，刚在吃肉的时候，他们已经，我以为他们要放弃了。对，我也以为，因为这搅得很辛苦。对，没想到整个战力整个拉上来了。哦，励志的故事。Oh my god！ 老板，还好吗？老板。OK。最后，哇哇！最后30秒。啊！天哪！最后30秒 ，Come on！ 倒数。5 4 3 2 1，完食！时间的哇，太感人了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秒数，各位，50分整，太猛了，50分00秒，哎，魏巡看，哇，5000哎。
5000，他们吃完还有时间喝口水，然后擦嘴巴。恭喜挑战成功！